这边吧，又有一位老熟人，就你了，刘宇。刘宇，你的搭子是谁呀？今天我的搭子是腾格尔老师。哦，腾格尔老师在哪里？腾格尔老师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在这儿。哎呀，去吧，来，我们一起去。所以你的互动任务是什么呢？我的互动任务是得让腾格尔老师唱他的成名曲，然后我得跳舞。哦，又来一个唱跳。对，哪一首来着？你点吧。腾格尔老师，您觉得我会跳蒙古族舞蹈，您觉得唱哪首比较合适？那我唱蒙古人。好好，哇，太好了！哎，这个民族的，我小时候还用这个跳过舞。对，太棒了！我觉得必须得把这个艾热加上。哎，可以，在哪里？艾热，艾热在哪里？民族的，你擅长的，艾热啊，在哪儿呢？没在呢，躲起来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我觉得再加一位吧，今天在这个红毯上非常活跃的那个远哥，张远在哪里？张远在这儿。哎，没躲过呀。我觉得现在特别像那个小时候上课点名儿，大家都好希望不要点我，不要点我。而且大家现在不敢看我们了。来，远儿，再点一个。来，一步到前面来，大家一起完成这一首唱跳，刚好又是四位。对，来来来，新的名场面即将诞生。你们俩，你们跳是吧？我们跳，我们跳。来个遥远的地方怎么样？好，我教你们一个动作。如果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揉臂。对的，对的。哇哦，好好，没错，节奏也正好，好适合这歌。你看，好，开始了啊，开始，开始，来，准备好了，不是这个。这个行。遥远遥远的地方，曾经天马穿梭在鲜花里，远哥很专业。鲜花开在山岗上，在遥远遥远的地方。朋友们，这样的梦幻联动，你们爱了吗？小琪、于姐，还行，但是我相信这是对于爱人的一个大考验。